盐焗鸡。这个盐焗鸡一个的话有850克到1000克之间，它是散养鸡。你看它那个肉质，到家的话把它蒸热吃也可以，把它直接凉拌吃也可以。这是我做的活动，之前是59.99，然后我做活动多了49.99，立减10米。鲜嫩多汁。太香了，它这个肉质一点都不柴。哇，烫！拿一半给我儿子留的。哈，香香香。这样吧，把这边吃完了，拜拜。成熟酸辣粉，这就是我泡了一桶的量，晶莹剔透。酸辣开味儿。它是这样的，一桶纯正红薯粉，这个红薯粉就是越泡越多，
酸酸辣辣的。今天我们来吃个凉拌海带丝，夏天的这种小年菜必备的嘛。哎呀，这种海带丝片储存起来也方便，到家温水泡30分钟，然后拿来凉拌。你们喜欢吃的比较软一点的，把它煮一下下；喜欢吃的硬一点的，直接就可以吃的，或者是提前用凉水泡2小时，拿来凉拌、拿来炒菜都可以，煲汤、烫火锅。我这一盘就是用了一包的。不过鸡爪，好吃，我喜欢吃海带。
这个饭有点硬，是剩饭。